there will be a demonstration match of American football. Okay. 这是我的幸福。中国人说，中国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啊，所以呢。 你们今后啊，还要行万里路，啊，欢迎大家呢去中国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啊，体验和感知中国。通过同中国的青少年的深入交流，同普通百姓的亲密接触，全面深刻的了解中国、认识中国，也希望你们热爱中国。在此呢。 我愿邀请林肯中学100名学生，明年到中国去做客。 乒乓球、球桌和球具，这个乒乓球啊，虽然小，比这个橄榄球要小得多了，啊，当时它对中美关系的意义是重大的，啊，当时叫做小球带动大球转，这个大球指的是地球，啊，因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啊，从此得到了一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啊，这个重新交往的大门呢。 由小球给撞开了，所以我也希望呢，我们两国的青少年啊，通过传承啊这样的一种啊乒乓外交的精神，加强交流，增进友谊，继续为中美关系的这座大厦呀添砖加瓦。 I have also. Yes. Communist. Vietnam Island. This is a monster. They invaded Vietnam Island. We don't need him come to town.